平时被问的最多的就是我家地板怎么拖得这么干净，这是我一直在用的清洁片，拖地的时候扔一片到拖把池，遇水就会化开，瓷砖木地板都能用，拖完家里又香又干净，重要的是里面含有抑菌剂，拖完地板小孩子放心在上面打滚，还能起到保护地板的作用，还可以用来洗卫生间的地板和地垫，只要拖一遍瓷砖就干净的跟镜子一样。